首先感谢学校对我的肯定，当选学校第111届杰出校友。人生的经验上面，我获得了很多人的帮助，也很多人的关照，所以等我学有所成，然后事业有点成绩之后，我要回馈给社会。只要你认真付出，我相信就会有实际的获得。还是那句话，运动加精神适用于你人生的各个方向上，只要你胜不骄败不馁，打死不退，咬牙在上，不放弃，一定能够跑到胜利的终点。大家一起互相勉励。